据媒体报道，3月30日凌晨，范玮琪深夜在微博晒了一组与贾静雯一家逛动物园的照片，四大四小大合影，画面十分温馨。菲菲翔翔和布布波妞四个小可爱终于团聚了。照片中，贾静雯抱着波妞，修杰楷抱着布布，波妞想哭的表情包十分抢镜。范玮琪一家四口的合影，菲菲翔翔太兴奋了，完全不在状态中，不配合拍照，神同步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